来，现在呢，马上有请我们王雷大哥登场。来，哎，这个那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声音，我们看一下哈。你们听得到吗？因为什么呢？第一次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希望可能破500人，好不好？那个老板说，今天如果破500人，他的风水这边随便我选一样拿回家，好不好？拜托拜托，你们要拜托了，好不好？如果破500啊，他们老板啊说要送我，任我拿哦，任我拿哦，是不是？但是我不知道哪一样是值钱的，但是我觉得风水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觉得那样东西跟你有缘，你要快手，人所讲，紧手落肚板，手收袂赴啊。所以讲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我觉得，在歌台啊，在拍电影啊，在电视台拍的东西，这个是现场哦，我们没有彩排，没有 NG， 也没有剧本哦，就是看到什么讲什么，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就是讲鬼话啦，对不对？所以啊，你们帮我说一下，老板说500人就送我们东西，如果他只送我一支笔，我干嘛去咔一粒给他？所以叫他不要骗我。但是两个老板有搏命我啊，搏命我啦，说任我拿啦。但是啊，我觉得啦，我觉得我这边看了一圈，他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说因为我觉得风水这些东西，你觉得拍卖对不对？拍卖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个产品你觉得跟他你越看越爽，不要等，你相信我，因为就是代表那样东西啊，那个产品啊，是对你有缘的，所以你觉得你觉得奇怪，有一个磁场一直在叫你一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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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磁场一直叫你啊，你就不要理所，因为很奇怪，有的东西是什么啊，那种磁场是叫你可能标了回去，可能你做生意对不对，你有订单。你的工厂很多订单，但是你赚不到钱啊，对不对？订单很多哇，出货出很多，但赚不到钱了。有的人买马票，一年365天，我跟你讲，50多期的马票，拜山的没有算，算下去你算几期的马票，是不是？有时中字中不到钱，有的字他买是跟你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觉得今天我们摆一个 OK 比丘下去，这个比丘我越看越爽嘞，我就硬要100也好，102也好，103。你反正你马票都被吃到那么多，就买一个摆在哪里，给你试看看，摆在车也好，摆在哪里。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我不是跟千玺打工，因为我们是认识，我们是来站台，要给人家更多人认识我们千玺。因为我觉得千玺拍卖的东西，因为刚才我们看过，他有的东西刚才我去 check， 因为目前在新马一带、东南亚一带那些南紫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以为是在，我以为是中国。原来我问一下，你们猜不到。结果我来这边，我又上了一课。原来啊，那些南紫荆最值钱的是乌拉圭，跟巴西，哇，对不对？我又学了一种东西，我就是学不完的。所以今天不是我而已，好不好？也是我们的连续8届新加坡歌台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李佩芬。来，讲就可以了，你一个讲就讲半个钟头了，有我我跟你 Hello， 有没有看到今天盛装打扮？我跟你讲，今天有人跟你讲福建啊，你讲法语啊，人听无啦。我跟你讲啊，你都回来啦。我跟你讲啊，等你，爱500人嘞，爱看，爱500头几公司啦。那人的双剑何必500？500，而且那爱打给800。可以破千会更好，我也是这样讲，可以现在大家就叫人家，这样可以吗？我不是这样，人家跟我说，人家说就对了。我现在看到一项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说大项就值钱的，不是说大项就值钱，怎么呢？我感觉说，这个东西，我现在看到一项东西变数了，所以说等我跟头家说，等出来拍卖，人不是做生意的嘛，但是你不要跟我fight啦，那什么叫不要跟你fight？卖给我讲，我花两百，你给我花两百。所以你人的 battery 插好势了未？那讲到九点，
欸，我们这千禧拍卖它是每天每天线上直播 ，every day， 所以那是无孤单看，啊，你就来看拍卖，哦，人不人的口才，啊，看伊吼，哎，安怎安怎去吼，让大家就增加这个福气。每一天晚上的7点多钟，一直到几点？你们猜猜看，你们猜猜看他们的直播一直到几点？我看一下你们的 comment。哎呀，老花看不到。欸，我跟你讲吼，不是吼，因人的直播。小声啊。不，刚刚进来的人刚刚。没有，刚刚认识千禧的朋友，好不好？欸，你们小笼包，没有，小笼包，你有小笼包，你呢？有没有小笼包？我真的很像这样 China 的。我以为他讲没有胸部的，没有。中国花园一样。不是，你觉得啊，刚认识千禧，你可以赖他们的。嗯，对 ，support 一下啦，我看到他们的那个赖哈也在增加一下 ，OK， 我们。要靠大家的力量哈，现在我们人数有逐渐上升当中，全部有说要 fall in 的都要记得要 fall in 啊，就扣你能量哈，啊，你哪里 battery standby 后背，抓你 standby 后背。哦，今天老板讲随便卖随便卖。不是，我觉得他们去赖了，我给你们一个 tip 啦，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现场拍摄东西，嗯，我们下个礼拜还会推出我跟佩芬一个视频，哦，在千禧的 Facebook。我们因为这个是卖给他们，他们帮我们买，哦，就是我们的公司做给他们，我们没有权利了，所以你要赖他们的 Facebook 才看得到这个视频。啊，对 ，OK， 大家好，对，大家都有说到一点啊，你们也很熟悉耶。哦，刚才我们不是说他的就是直播七点到几点，哦，他们都答得很好，都有说一点十二点。我记得星期记得想要证明什么？你讲。会知影到几点的人啊？对对对 ，regular。啊，都是他们。一点。对哦，伊人啊，会知影一点的人都是伊人到的啦。哇，而且他们刚才我看他们的人数也很多嘞吼。对啊。很多，那快500了，继续冲哈，继续冲冲。哎，刚你讲500。没有，我讲500算。五百呀。算500，现在500，现在没有500，要你起到800了吗？啊，500很快，500包过了，不然回了啦。怎么样？不，我们要贪心点，800了。800，800到我们就再继续冲。好了，800。所以今天是，因为老板跟我们，哎，开始要八点了，我画表，我画表，没论了，等你啦，靠背啦。你听讲哦，因为你上着爱去千禧楼来，好不？你讲要来者，恁你今日哈，讲我like and share，like and share 个人怎样讲？恁真紧，我人那就真紧，爱可能这样。让新加坡头一个拍卖会，哎，就是千禧拍卖。对呀，啊，他邀请艺人来站台了，也是第一个。对 ，QIANNXII， 他什么都要 double 的嘞。但是 OK 嘞，你华语你华语的千禧拍卖，我刚才一打就出来。对 ，QIANNXII， 所以大家帮我们就是分享的时候，那也说，哎，王雷佩芬 is now at 千禧拍卖。要赖啊，因为刚才我 check 了千禧现在目前的 follower 是10400多。这么多，比我的粉丝团还多。10400多，但是要跟林北比是差得远啊，林北有40000多，你知道吗？你的自己买人的吗？呸！买人，这样好吗？你40000多啊，就是幽灵是吧？没有，我不知道。那输到你虾米哈？我不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嘛。哎，其实你慢慢看我这个镜头，我觉得我有点像，有没有那个刘德华？有没有？有一点，有没有？我讲真的，我跟你讲，所以今天要拍卖，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有，我有信心，信什么心啊？因为我有信心他们。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们会揪10个人 share 一个 item， 12个，欸，最好是你们12个人 share 一个 item， 然后一月就放在比如说 Mr. Gold 的家，二月就放在阿娟姐的家，三月放在林庸的家，四月放在修茂的家。我跟你讲，你今天如果拍卖的，我们不要说我了，我们的同事如果在拍卖的时候啊，你感觉这行该放落去，那个磁场一直叫你标。卖球球的，你相信，你就不要说爱买，好不？今天若是讲我标1000个物件，好不？我们有1000项物件，无，不是超过 OK 啦，800块啦，无啦，800块啦，800块，我个人送物件。啊，我够送，我是真精彩，我有人标了，我就送你物件。你送什么物件？送，等一下，自有分享。OK 啦。
好了，我们就开场到这边。为什么一直说声音小？我话噶无声了，你个讲声音小，有听到吗 ？OK， 我们人继续冲人数，继续冲人数。OK， 该分享的就分享，有什么群组啦，有什么什么你厉害的啦，有什么卖东西的地方啦，拍卖的地方，全部跟我分享。OK。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来啊，不是来拍卖东西，我们今天是来改，可以说来挑战，因为我们两个是歌台的名嘴嘛。对，不可能会输给他们这边拍卖会的名嘴嘛！我跟你讲，我输给他们两个，我跟你讲啊，我临别走路回家。OK， 如果觉得声音太小声，你快点开这个声量 ，OK 吗？我们再提高一下我们的声量 ，Volume higher， Volume higher。这边现在我的麦已经要吞下去了，还收不到声音，是这样怎样？现在600多人啊，600，要600啊，600，我要冲啊，再冲，我们冲800。好不好？冲800，听得到吗？听不到。如果听不到，我跟你讲，明天你要去看耳科，你的耳朵有问题啊，你神经病啊！你别这样大声，你还听不到。OK 啊，我就 OK 啊。我不知道，我 OK。用我的手机看一下。哎，很大声呢，所以啊。所以说那个听不到。所以说听不到了。哎 ，OK。你别蒙你啊！我跟你讲，你是来搞砸的，是不是？OK， 听得到的给我一个 like， 给我一个 like， 听得到的给我一个大拇指。我跟你讲啊，总之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这些都是。为什么我学到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你是多老的？一命命，真命。是咩？我也是一命二运三风水。我不知道。所以今天。王大师，对啊，跟李大仙要来跟大家要来挑战谁呢？要来挑战谁呢 ？OK， Malaysia 也在看，没有问题啊。我们所有的价格，等一下你就打 three 啊，我们就会跟你联络了。OK， 我们用新币的 OK， 但是 JB 的你可以过来拿 ，JB 的你可以过来拿。但是真的，我们不是来推销产品，因为我看到他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好不好？今天就歌台的两大名嘴，首次啊，史无前例啊！我们两个一起，哎，通常他们做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嘛，哈。我跟你讲啊，我们像会不会得罪一位唱歌的男孩子啊？那个差不多要倒闭了，你说孙强啊，孙强多点那多了。那你看啦，那不是那朋友吗？好，朋友，阿强啊，你有在看吗？阿强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如果歌台的两大名嘴、哦、来挑战千禧拍卖会的两大名嘴，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输给他，真的是洗白拍头。千禧拍卖啊，不是千禧的歌台哈、啊，这跟千禧的歌台无关系哈、啊，无关系，跟阿亮无关系、啊。但是阿亮老师，你要进来，就是下班我们也都欢迎。OK， 要 start 了没有？要 start 了没有？给我们一个 OK， 我们就 start， 先摆好了。姐妹啊，来了，开始了。啊，我们第一样，啊，我们给600多人啊，给我们要选风水位先，哦、一个一只麦而已啊，下次两个大牌来，你们要准备两只麦吗？这个小蜜蜂一只太小了。我跟你讲啊，哦，所以讲哦，这个物件你要相信，卖相信，真侪人问我讲，王瑞安做咧鬼博，哎，我跟你讲，你唔相信，真个我系鬼博原因啊，是我厝内风水去改掉。卡掉，我甲今日我甲稳定，真诶我今日甲稳定，所以我今日来到吼风水，真侪人有咧卖啥物珠链啦，啊水晶啥物外国，我人今日卖咩水晶啦、挂啦，我人叫拢总有，但是以我甲配分出来，无理由讲口啊去卖装水水物件吗？我等下卖大诶物件吗？啊，叫快快。笑的，你叫我开光，你等了，你们是跳档的咩？你笑啊！我那个想法是跳档的啊。无啦，啊，就哎，正规人啊，正规的，600多人，今日咱打个800。听有无？哎，配分的声听有无？啊，有无？听有无？无啦，我的声真响了，现在一个可能手电话袂去开。哦，佮个手电话，有声音吗？我即久下，你知影几只机器拄着我人？有台湾的朋友。有台湾的朋友啊。我们收新币哦。
我人五十块，你到一千块嘞，对啊。但是 OK， 你小样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不要小样的东西，刚好是我去台湾啊，你可以来跟我拿，我。阿拉，你是多少公里？为什么你把它弄断了？难怪都讲无声啦。无声。恁这个有差无？有啦，这个我到啦，哎呀，头真疼，哎呀，搞笑行动。OK。OK， 还是打了，还是打了。给，sorry sir，sorry sir。来，我们来第一个服务就是，服务就是，后面看得到，不，我们的风水的东西，很正能量嘛，你不听得到嘛？紫，这个紫什么啊？紫金洞，来自哪里？要请大师出来吗？一定要请大师啦，因为这是我们比较门外汉嘛，对不对？我们要请我们的千禧的名嘴，好不好？什么名呢？什么名？阿阳，来，掌声鼓励鼓励。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开心，请到这一个什么呢？歌台两位红人，两个名主持人，今天为我们来介绍这一座紫金洞。那我刚才已经跟他沟通过了，他讲的比我还厉害，所以现在呢？我要靠边站，我今天是配角，我今天是小弟，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镜头，把这个麦克风，还是交给王来大哥，还有这个配分天后，有没有下马威了？下马威了就来，有脸无脸看现现啦，不，这个你看，这个不是，倒你远看倒啊，上足几笑你知影无？上足几笑这几笑啊？这几笑？你看几笑？咱看几笑？棒棒大厅，棒棒大厅，棒棒了 office， 我感觉。棒棒大。48，一笑半，挂。我感觉。一笑半甲一笑。一笑。啊。紫水晶洞，这可以驱邪辟邪。我唔是，慢乱主讲。一磁场就讲，好困啊，真好困。哎，好困。哦，困放面顶，这就真好困。卖乱来，是安尼。金枕头。哦，伊意思讲吼，质量吼比男人宝更好困。对，真好困。因为有些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很重啦，所以你看这水晶哦，有帮助你入眠。OK， 那是不是一定要放在房间才好入眠呢？Okay, 放房间最好。好，放房间最好。偏头痛哦，工作的拜你听大，你后头怎么 Q 姐的？他的磁场可以弄到这样。你们一定要相信哦，好不好 ？OK，老板底价今天怎么样？底价不能家己画嘛，伊交房咱就家己画啦。这条要逐摆看，这条敢那就要算清，你听无？要家己叫人表淡薄压力的，无咱比起来你看嘛。咱家己，伊头家家己讲，你自己喊。自己喊。连叫我们，他说不要给我们压力。好了，不要。林北问了三次，说底价多少，他没有跟我讲。那我们就开一个合理的价，合理的。合理，三位数 OK 吗？可以啊，你决定吧。华人最喜欢了。多少？188.88。我觉得不错。OK 吗？有8.8点8.8哈。八分你本来。对，加一摆，因人是安怎？我逐摆看人拍卖啊，一摆加几厘，加几厘。对，一摆加一块。无啦。
未使等 comment 过侪了啦。十块。无啦，我做银行头上。哦，自由开价，自由开价。三了啊，三。来配分，我开18.88，你个人。啊嘛，就爱看咱的 supporter。你个人。啊，188 OK 啦。无你标牌，你标。牌我标啊，牌咩？唔是咩牌我标，就是这个价钱先起了啦。你发第二摆啦。哦，18.88，第二声。无啦，第二声还袂过啦，就是188.8比价、okay， 要超过。那有些是新朋友是第一次，那如果要下标是要怎样？怎么样？所以他要说什么？我要。BM。哦，所以现在比如说我看到的 comment， 就是谁？哦，还没有人，没有唱歌哦，你要唱歌啊？18.8 ，Hello， 是188.8，那就188.8会。OK 吗 ？OK 的。OK 哈。OK 的。加油加，那所以他要说他要啊。二二八要看那个千号228 ，PG 量288，哎、欸、不是开玩笑。哎、欸、不是开玩笑，一边列价格了嘞，你唔当学白来哈。你唔当拉话了，但你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如果你放在你的磁场，就是在房间里面，你很老睡，有扁头痛的人，你放在房间都很老睡。嗯。如果你小孩啊，刚刚出生的小孩啊，你当咩放咩，当咩插，当咩插，当咩插嘛。你放放你房间的冰箱，乖乖，真的，我问过大师了，你也就感觉你有baby仔嘛，都出事啦，囡仔啦，逐摆咧房间看咩起来摇把叉啦，有啊叉，无啊叉，你不会直接放放你出来，你相信我，因为大师跟我讲，我才可以来这边讲。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要开标喽。啊，有出价的人要注册先，你们注册你的名字才能出价钱，就是在，哦，要 register 哦，帮你们 register 就是你。新加坡的地址，你家里的地址，电话号码 ，PM我们，因为不可以公开，你的地址不可以公开，啊、，PM 在签。对，不是开玩笑的哦，不是闹着玩的哦，是 serious 的哦，是认真的哦，好不好？所以要 register 哈，所以比如说王雷现在要下单，他就要先 inbox 是不是？对，好，安，我们身为我们的这个粉丝团还有 Facebook 的好朋友，要做个好名声啦哈。对。啊，唔通讲，哎，标标啊，你看就爽单啊，就这样就不好。这个 PG 量讲什么 ？See inside, close up。什么意思？啊、照进来，照进、哦，我接来行的哦。这个你是要看水晶 inside close up， 还是王雷帽子 inside close up？ 这个什么？Megasonic 好像要出428，428，哇 ，OK 吗？428，但是你要去新币哦，新币哦，新币啊，不是 ringgit 啊，不是开玩笑的哦，他们会把那个单寄到你的家哦。Megasonic OK 啊，邻近的啊，卖神圣啊，不要开玩笑，小白，认识认识，哦，叫认识的啊，但是你要注册了，但是你认识我们可以接受，可以吗，老板？我们认识的哦就可以啊，我们认识的你现在标了价，连我们阿龙现在是438 ，TG 龙你认识吗？这个这一位我就你认识客人啊 ？I say，、欸、你喜欢吗 ？OK， 我跟你讲了，等一下如果你竞标的话，王雷大哥跟佩芬会有，你看了，这些小狼你看了，你看我嘿卖冲派去你看。哎呀，那你冲拍外卖，那么冲拍外面呀？不然这样啦。第一样，我们好，我跟你讲，我送我的东西，好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王雷哈、哦、出了一本，就是王雷自传嘛。我的自传，我觉得很多人看了啊，都蛮感动。还没有卖完啊，卖不出啊。大众的还在卖啊、哦，补货第二批货了。哇，而且他自己亲笔，就是。啊，我可以签名啊，这个是可以激励你的人生的打拼。我觉得、啊、这一本自传，我觉得我标到的人我就送给他，好不好？哇哇哇哇哇哇！现在我们的 Mega Sonic 啊，哇，你真的是那个 Sonic 啊，哇，嘻，哎，一定要中就对了哈。Mega Sonic 是冲着配分而来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喊标，第一个服务啊。对啊 ，Mega Sonic， 如果你竞标到的话，不要讲我不听你了哦。比如说你标448，我跟你行了。很后尾八块 ，OK， 啊四八四照你家己，你啊四四九啊，合家你很后尾九块。我觉得啊，现在啊这个磁场啊越来越，我
我觉得越来越重，因为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以前其实这一个东西，哎，你没有三千块你怎么买得到？我跟你讲，我讲真的，你这个三千块，你没有三千块，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个东西，你抱回家，哎，一家大小睡得安宁，小孩子又不会吵，又听话，你扁头痛，你这边那个磁场，但是你不可能，你说你今天一买回家，你的磁场就马上不会扁头痛，这个是没有啦，就是要慢慢每天累积的啦。所以今天我跟贝芬第一个拍卖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而且我们讲了，这个不是来自中国，也不是来自台湾，这个东西都是来自巴西跟乌拉圭，对不对？乌拉圭对。巴西呀、啊，巴西是巴西里斯来的嘞。你不要讲巴西颁奖较好，巴西来啦，我转啊，我看。这个东西是48cm、30cm 阔。来，刚才的价钱来到谁啊？刚才的价钱是来到 Megasonic 哦 ，Megasonic 448，我 Megasonic 哇，恐怖吗？来真的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人要加？因为我觉得这个磁场啊，你买回家你可以试试看看。很多人问我说，里面的、啊，刚才已经拍了，连重量已经写在里面了。我们工作人员来了，有一个樱花，步步高升哦。英杰哦，陈英杰488。哎呦，你注册了没有啊？要记得要跟我们注册哦。有英杰，谢谢。哇，这个谁啊？这个谁啊 ？D D E S 这个。Dennis 还是 Despang？ 胖啊，他说对了，你这样标哪里可以付我们的工钱？你讲真的，讲对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做生意。不是啦，不是来做生意。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在新加坡有一个呢，让大家风水上或者是呢这个运气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加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帮助，让你旺旺，那就是来自我们的千禧拍卖。大家要记得这个品牌，那是每天都有在做直播，晚上的7点多钟到1点，啪砰哇哇，啊没破套破没一点哦。够厉害哇，我们很多好朋友都进来看，很多名人也都在线上。辉哥啊，你哪不高？辉哥阿拉妈，你来看，你逐摆一些相信嘞。辉哥是死袂相信，即款有影无假，伊讲唔假，你知无？我甲你讲啊。等下，咱特别为你选一个啦，吼，辉哥。辉哥，我甲你讲啊，真的，这我今日来到地啊，别工叫辉哥来了。水，哈，辉哥来。但是你讲话爱讲三点钟嘞。没，过来跟我亮相两句话就好了，吃饱未？阿拉妈。哦，最近你们也做那个。陈英杰508。508508508。Alex 老哈，这两位是谁？他是歌台的目前当红的李佩芬，我就是你在梁志强的电影啊，如果你没有看本地电影就不认识我啊，如果你没有看电影，你可能会看电视。如果没有看电视，更不用说看歌台、我是来自新加坡歌台、路边歌王王雷。你好，很开心认识你，谢谢你。那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我们还希望去到800人数，800人数，冲人数。哦，来了，哇 ，Megasonic 你是志在必行啊，你 Megasonic， 哇，已经要差不多要到528。哇，五二八！我感觉528今年，如果我们标下这五二八，我感觉是旧的。我讲真的，因为这个哈，以前哈，刚刚如果两三年前，这一个东西啊，没有三千块，你怎样拿回家去给医治你的睡眠啊，医治你的扁头痛？是偏头痛。你帮你别闹亏啊！你讲七拜扁头痛。五扁，五前面，等一下，哪里来扁呢、啊、？Evin， 五三八，可以点歌，538可以点歌。无啦，归今那款啦，有在了八，阿佩芬唱一条。奇怪，那是我唱，你唱歌无听咩？无当。啊 ，OK， 那你唱歌不好听，你承认了。无，不要紧，当我当第二行吗？对不？八。这个。你摸了怎么样？粗粗咯。给
然后也出出出了，你给控的你。里面不可以乱摸了，里面是他的那个。金包银啊。金包银，金包银，别人啊的性命是黄金宝宝银，阮的性命唔值钱。把人啊拿开嘴是金言玉语，阮那是假讲。那你款唱袂使，咱要学蔡秋凤的唱法啦。把人啊的性命是黄金古宝银，阮的性命唔值钱。把我唱歌有气啊！把人啊拿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欠你着出代志。我毋是，我感觉你今日是着上风了无？来来，我追，来，多来来来来。哇，美国手里势在必得啊！哇，五八八。五八八 ，Andy 钓山顶的春天，我甲你山顶的老狗啊，你山顶的春天。倒数啦。OK。哎，刚已经我背背了，为什么还没有换啊？我背背，因为他们慢嘛，他们会慢嘛，这边会慢一下嘛。甜心对你爱不完哦，哎，这个体积量有标的，我们就唱两句。OK， 一，你会跳舞吗？郭富城，跳舞了啊，两，走右我你啊，一，中间哦，这是什么 pattern？ 这是八卦掌的 pattern。一二三。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能到永远。So we love tonight， 不愿意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哈，这么难。卷舌，这个 Elvin 589，我背告，第二个名叫 Elvin 啊，哇 ，Megasonic， Megasonic 给我们很多的信心 ，OK， good， 这是你的朋友啊，朋友 ，supporter， 看古代啊，哇，我讲唔知你阿你有镭啊，啊，哇，你袂使讲人有镭，这项物件拄好会暗哟，伊可能有扁桃痛，可能伊厝内有囡仔，伊甲啊逐摆暝醒哦，啊无看到备份伊袂困，伊也袂登记过。我看我袂困，你看我今天你恐怖好困啊！哦，这梅哥说你应该是那个很孝顺啊，很孝顺。哎，买给妈妈啦，或者买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让他们好入眠。哇 ，AV 也是势在必得是吧 ？AV。帮帮房间的小头拄上好了，小头拄啊。啊，小头拄就是你来困啊，你那个磁场啊。才会来进入的，也给你好睡觉。哦，小导读啊 ，OK 啊，紫水晶啊，我们今天的第一样。不会吧，无变料。不怕被罚是吗？因为千万两块来吼安尼贵，啊，吃辣的把我标了600几，我对头家死袂歹势的。不要，头家做佛心的来讲就。不要，让你背了。哇 ，Mega Sony。OK， 那个什么，刚才是谁 ？Elvin 啊？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哪里啊，好不好？哦，因为这边哈，我们在千禧拍卖喽。拍卖就是你们改天可以来这边看，我们这边是 open house， 对不对？哦，没有，是 open house 哦。改天你们可以来这边买东西哦，就是这边拍的这个地址什么？千禧拍卖，千禧拍卖，你就 online 看我们的拍卖啊，哇，好不好？还在千禧拍卖啊，哦、谢谢。我们的地址跟我们放下，地址，我们这边的地址。来628-628-628来我们千禧拍卖、哦、来我们的 Facebook。 第二，如果你要加入我们，你要喊掉今天一定要 PM 你们的地址，你们的住家的地址以及你的手机号码，好不好？嗯，千禧拍卖，哇，我们的工作人员、哦、我们的同事已经要放上去了，而且这边这个整个规格、哦、都非常的专业。你现在不要过来啊，里面是人山人海啊，他加料。我们现场大概有2000多人。2000多人，你们不要过来了，这边已经不能。满了，那个等一下我们都要这样挤挤挤。不要急，哎，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太多人，刚才我 parking 都要等半个小时。对呀、啊，哦，你看那 parking 半个小时。对，太多人。不是，为什么太多人？你知道吗？不懂。刚好忙，刚来放工。
Megasonic， 你要留下你的那个联络号码啊。你不会让你不会 Megasonic， 来我们讲下靠刀啊，我看标得到800吗？啊、哦，哦，一二三了，哈，一二三的、啊，哇，这边、欸、哇。六二八，六二八，头一声，六二八，头一声。六二八，头一声，因为我们这边看会慢，我相信我，因为这个磁场，老板敢交给我跟配分标啊标这个东西，应该是好料，他不可能拿不好料来给我们。对啊，我们是谁？对不对？对，我是配分，他是王雷耶。我讲真的，不可能拿一些对不对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对对对，如果标回去的人没有压烂，我们不是他们来找我。是咯。所以我们要跟。OK， 如果你标回去还是不会睡的话，王雷就陪你睡，陪你到你会睡为止，好不好？哎，我应该看这家鸡哈、啊啊。对对对。看错鸡。我不要鸡架，对对对，这家，好不好？我们要靠刀聊啦，相信我啊，你听好啊。老板如果不是好货，绝对不会第一样拿交给我跟配分来标。而且千禧拍卖已经很做这个口碑了哈，刚刚我们还没有来的时候，都有几百人在看我们的直播，看他们的直播 ，in fact 啊，所以呢，就是有做口碑的，好不好？应该也有证书吧，老板。对呀、啊，哦，来啦，我们的所有老朋友，我们要靠刀啦。我们 Megasonic 啊，只是三声而已哦，现在是最高是我们的 Mega 啊、，Megasonic 628。628，头一声。每个收听啊，跟踪跟踪了啊。磨料的绑料啊，梁志强来了，梁导你好。梁导你好，随便选，我们送你。啊，梁导你要看什么？你随便你选，好不好？梁志强，好不好？所以明年猪年，明年猪年。那个烟花贝，烟花贝638。哎呦，最后一秒还有加价、啊、还有加一个樱花贝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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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拼你的、啊、等一下你要给我们你的资料 哦, 哦今天只是来这边玩的哟，这个东西我们是第一样，从来没有喊标过，而且我跟佩芬第一次喊标，所以这个标的这个是这个紫水洞，紫水晶洞，紫水晶洞，紫水晶洞给你扁头痛，偏头痛，给你偏头痛啊，谁要标？给你医治偏头痛，连给你好睡觉，给你好睡觉，而且放在家里哦，你整个那个磁场就不一样，你的磁场不一样的，你就会吸引到不一样的一些贵人啊。你出去的时候哈，然后呢，所有的贵人啊，所有的运气啊，都会在你的身边围绕，你知道吗？哈，因为这个哈一扯一扯半，你可以帮房间还在啊，帮房间最好了，因为这个是给你睡眠好睡眠的。樱花，我是一位女生哎、欸，樱花。那个妈妈那个。樱花。啊，樱花那个638那个，你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查一下那个？如果因为有没有那个樱花贝？贝樱花。樱花。樱花。贝樱花是不是啊？如果没有啊，我们要喊第一声。638，第一声是不是他啊？是吗？啊，你看一下638，对啊，一扁头痛，我是真人真事，哎，这个 steady 啊，这个谁 ？Elvin 啊 ，Elvin 啊，哇，厉害厉害厉害！小迪小迪，欢迎你哈，不要不要乱七八糟啊，小迪乖乖哈，不然姐姐会生气啊。小弟，别乱掉，小弟，乖乖啊！所以啦，哦，要认识货的，我跟佩芬哥再讲多一次，啰嗦多一次。我们第一次来到拍卖会，他不可能拿不好料的给我们标，对不对？啊、哦，我们也是知道这个是给你好睡的，所以这个是蛮舒服的。所以而且上面有很多我跟王雷啊，的一些磁场在上面。638第一声，现在最旺的就是王雷了，对不对？不认识哈、啊，啊，68，哇，来了，你也，哈哈哈哈哈哈，来了，六二八头一声，我 steady 啦，那个少年，看歌台的、啊，有啊 ，steady 啦，我 steady 啦耶，如果你要到啊，我跟你讲，每你看无常的歌台，我都给你坐第一排，我直接来遇到你在后台坐，六二八头一声。老师不了，老师不了啊！半个钟头过去了，我们要接着聊哈。你去想一想，对不对？如果老板不要拿好料给我们，不可能我们第一样嘛，对不对？你很喜欢的、欸、这个水晶，你从我们一开播的时候就来了哦。马来西亚人可以 JB 的可以，你们要过来拿啦，自己过来拿。
对，好，好，我们这边暂时只收新加坡。哎，掌声，掌声 ，supporter 给 Mega Sony 一个 clap， 给 Mega Sony 一个 clap。哎呦，人山人海，哇，太多人，太多人，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给他们再进来了，不要进来，不要再给他们进来了。哎呦，现在就急了这样。我们要给 Mega Sony 一个 clap 吗？给他一个 clap 吗？千禧拍卖，记得来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啊，千禧拍卖啊。对 ，PS supporter， 哎，四八 D 二，英杰又来了，英杰是谁啊？英杰，是的，陈英杰，哦，第一声658658。来感谢，来感谢，直冲直冲。我跟你讲啊，刚才这个是我看见老板，他是从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拿上来，里面还包到很漂亮的，包一个 lasting 哦，要好好保存。我觉得是他这个，可能是他今天他的镇山之宝，镇店之宝，对不对？镇店之宝，他就看我们两个大咖来了。第一次大咖、欸，你们也是第一次有就是668好朋友来赞助助阵助阵，哇668了，668，哎，你唔通甲我讲你飙了，等下明仔啊一个礼拜三个月在食落地嘞，你唔通惊我。查甫就查甫呀，八卦鬼哦。无伊真低调，徛真好个。OK 啦，六。黑粉飙，无可能你开玩笑。668对不对？六八蛮 OK 的啦，六八八。六六八。够了，688。哎，英杰又来了，688，六八八。哎，谢。Regular， 谢谢啊。对了，你厉害了。英雄豪杰就是你哈。有人讲了，我讲，可能他们想了，哎，对哦，我们第一次来，不可能拿不好的。对，其实我们这边的全部都是好料。都是好料，你看琳琅满目，好多。我就要回去就忘了嘞，有菩萨啦，有天鹅啦，有貔貅啦。来了，你朋友来了，你朋友在加气啊。你朋友滴气啊，六九倍，哇，很赞诶，那当然红绿粉丝拢扑街啊，无可能红绿粉丝飙着。阿伯 ，reserve 先。我跟你们讲啊，红绿粉丝如果今晚你们要出到价钱来，以后不要来看林北，我跟你讲。哇 ，Mega Sony， 我看你每次这样静啊，哇，你一出手就给我吓到一下嘞，哇，六九倍，哎，你唔通飙，你唔通飙了，等下刷走路，你唔通，那是好。酒吧第一声。我这叫做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哈，真人不露相哈，下次我介绍王雷大哥给你认识，好不好？六九倍头一声。我觉得解救你知道不？哇 ，Facebook 的朋友好棒。唔知我现在我感觉野狼啊，七点几啊？他的人在这边标都有一个300多块。对啊，对，哎，300多块，对对对。刚才他我看到300多块，他妈的，我们两个大咖来才700块。不要讲啦。不用紧啦，人家有信标就好，他们在等第二样。OK 啦。廖秀妹无镭，你老爷把你准备廿米金1500块无镭。秀妹阿姨，等一下还要知道做人啊。OK， 698。698头一声，698第一声，698第二声。698第二声，没有刚刚说笑的啦，啊，你们要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我们也是很感恩的，啊，哈，700人，给我们留言，那留守在我们的你的手机前面，也是给我们一种支持，我们也是爱大家 ，OK， 好，来，698 Mega Sony 势在必得，第二声698，那就陈英杰708，掌声鼓励鼓励，陈英杰。要不要来乱？哎，陈英杰，不要归田那关了。你要找到飙到我公斤的啦，陈英杰，我不是开玩笑啊。你有啊？如果飙到1000啊，好不好？飙到1000，我太太送给你。来啦，多龙啦，老柴 ，you know 老柴。啊。老柴嘞。陈英杰他是这边的长期顾客。长期顾客，你要有户口才可以飙。不然嘛，表表亮亮发个言，发几千、五千，那么吹不人。对了对了，一定要有一个户口哈，不可以爽标啊，不可以爽标，我们要有信用啊。708第一声。708了哈，赶中。对啊。赶中。拍死。OK 了，卡进了啦。哦，708第二声。708切空杯。Mega Sony，隆重的人在咧看你了。你即阵去看伊个伊个 account 内面有做无？哎，林弟，谢谢。哎 ，brother， 真的啊 ，brother， 啊 ，confirm 啊 ，brother， 啊 ，brother，confirm 啊 ，brother。因为我每次看他都是静静的，你知道，他每次就是人家在后台说，哎，我们可以拍张照，然后就拍照，然后就拜拜，就回家了嘞。
回家了，对，很比较少，就是聊天啊、谈啊、互动啊什么的。七里会头一声，七里会头一声。好啦，好你啦，好你啦，好你啦。七里会第二声。好啦，七里会第二声，三四句七里会第。等一下，等一下。三。七幺八第二声半，七幺八 Megasonic 从大概500多就一直上到700多，七幺八第三第，啊，就是你。送走，要说一二三，送走，不是送钟啊，是送钟，送钟啊。我的兴旺，哇啦！我的兴旺，哇啦！我的兴旺，哇啦！我恭喜你啊，我们飙了半个钟头，终于第一个哈是以718，谢谢。哇，真的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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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回去找一个风水位哈，把这个放好好，那你每天就好入眠 ，OK？ 哎，风水也是进来的，风水是进来的。哎，我们有送你东西了，王雷送你他的这本书。对 对。啊，这个你好像，因为你是我的超级粉丝，这个你应该也有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再送你一样，好不好？这是我的日历 ，OK？ 是有钱买不到的，哎，是专门做给 fans 的。好，其实风水的东西你要相信。我跟你讲哦，很难，你这种东西你很难去讲，因为我曾经试过，我才知道，对不对？来，我们的第二样是什么东西呢？哎，今天我们只是发，我们标三样而已哦，我们三样而已嘞，三行了，我标三行了，哇，这个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招财进宝，它是龟，它又是一个狮子啊。Sir Overjoy, Mr. Yang Overjoy， 什么意思？啊，就讲头家会欢喜，我欢喜。我唔知啊，头家唔知欢喜，唔知可能个头家变臭臭咧。哈哈哈！哈，表情八号啊，你看，阿生，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哇，哎，不会轻呢，不会，哎，9.5kg 啊，哇，哈，很重哎，那个，哎，9.5kg 嘞，这个。哎、欸，拿不起，9.5kg 的，真的拿不起。大龙龟，琉璃来的。我脚要开大一点，我要 try to dig 啊，是9.5，它是实在，非常实在。一二三，嗯、你是在帮赛啊？你拿，真的很重。哎、欸，龙龟人家哎，真的很重啊。有人出288这个 LV 是？真的。是吗？哇，它是实货。哦哎、欸，真的很重哎、欸！你看，给你不要，你不要演啊，你不要演，重哎、欸！哇，看到龙龟，龙龟哎，琉璃的哦。啊、Mr. Yang， yeah， please 介绍哟，龙龟旺事业。所以如果最近啊，只猫标29倍，不要不要，我相信。只猫你妈懒来哦，梁志强。哦。哇，318，318哇，318 Eve 啊。哦，这个是给我们招财，招正财啊。正财就是你的事业啦，哈、哦，已经。财啊，也要招正财啊。哦，正财，正啊，就是保掉你的机会就对。你机会你惊吼，你较无安尼动声嘛，拢会爆了了。就是你爆了，你的机会袂互查某骗去啦。啊，你爆了，你的机会袂互查某骗去。只龟啊，龙龟，这个是大龙龟，会压住你的财。镇住，哎、哦欸，这样看不到我的脸呢。迄个 camera， 你看到了翕到我这刀嘞，你是会晓袂晓？你无呢，你给翕面呢，真假啦？配份名家能量啊，虽然你给翕面能量，对吧？哎、欸，我们的哇，那个 LV 398的，我们还没有喊，它就398的。现在 LV 是我们的顾客吗？是哦 ，OK， 因为现在要问啊，因为不然他们没有注册的是不可以。你要去注册，放你家里的地址，放你的手机来 PM 我们啊，千禧拍卖会，你就可以标了。送的 ，give you free。对啊。有钱买不到。啊。This one give you free。
可以因为这个千禧拍卖来支持我们，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哈来到这边合作。来，这个是龙龟 ，I want your autograph, no problem, can come find me. This one is the English, English. 龙龟 is the 琉璃，琉璃 is the amount, is called the 琉璃啦，哈。人有琉璃，琉璃，你讲话就会很流利。这个要放在哪里啊，老板？要放在公司还是放在？都可以啊。那如果我是小职员，我可以放在那边，我老板看到应该会吓到吧？我跟你讲，现在、放在家里的 office 啊，放在家里的书桌也可以了哈。书桌就是你做工的地方，或者是你写东西的地方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现在我刚刚接待，就你看我不是跑出去喽。老板来跟我讲什么？你们今晚刚才7:30到等一下1:30拍卖，包括我们等一下我跟佩芬拍卖三样东西，今天所标的价钱，5000也好，8000也好，10000也好啦，好不好？20000也好啦，不是给你啊？假赛啦，给你，全部将在1月12号我们的千禧拍卖有做一个慈善。就是把今晚全部标的一半的价钱全部捐给我们的慈善团体。哇，所以 Mega Sony 你做了一件好事。还有今天像你今天刚才标了700多，对，这里有300多呢，去做慈善。哇，这个为善最乐哈，为善最乐，为善最乐。我们住的就是398398398哦，记得就是可以把你镇住你的财，也可以招正财。你的生意感觉你订单哦，你买车，你车安怎？逐个收益，逐个人安尼袂赚钱嘛，对不对？你来做工啊，金木水火土的行业，我觉得你放在你的 office 揣一下，人家那头家你唔敢去卖，你顶条我指导讲头家你唔敢卖。你敢袂贪累吗？这唔惊。刚刚四雄发声吼，那边那个，你的员工头家头家物件去卖。那个 fashion 力啊。fashion 力啊，哦，是吧是吧 ，fashion 力，哎呦，搞我小想胜利的哦，哦，胜利的，啊，木子力哦，收到了，啊，行路风哦，放屁无风树叶成功哦。来，我们买专也是送专辑啦，因为我刚好带3本3样东西。自传，还有我们的日历非卖品。因为我们只是标三样，但是你们今天所标的fashion 力，你标了400，我们你拿你的200拿去做慈善。1月12号，谢谢。1月12号，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好不好？你们有看到有什么喜欢的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竞标一下。对啊。就是我们的龙龟，它就是有一个龟的一个龟壳啦，在上面 ，OK。9.5 kg 哦。哇，很重哦，很实在哦。Fashion 力400元，400块。来，好朋友，看一下，分享。分享啊。可以点歌。Fusion Lee， 你要点什么歌？可以啊 ，Fusion Lee 啊，他一共他也点了、啊。没有嘞，就是你有竞标来给你点了、啊。竞标人就可以了，我有了 limit 了哦，谢谢我们的 Elvin 感谢他讲这句话，这种朋友要交。Elvin 这种朋友。Elvin 啊，你是说 Elvin 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个就是超过他的limit。反正哈，不要紧。来，他这样子。他什么意思？我有 limit 了。有 limit 了，对了，谢谢你，谢谢，真的对我们的偏心。哦，对我们的千禧的支持，真的非常。千禧拍卖。哦，就是我们fashion力，你现在标400，就是拿你200，我们会做慈善，我们将会 Facebook 做什么用途啊？可能我们什么用途，我们再会跟大家知道。对啊，你们会不会很 surprise 说，我们歌台艺人也来参与我们现在的网络直播？对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啊，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直播，在台湾也有很多的那个什么。那个台湾的连续剧的一哥阿成，对，阿成也在卖鱼，别人也在卖鱼哦，所以我们新加坡已经有点慢了。我觉得漂亮，你讲的。有点慢了，你知道吗？已经2年前在做了，我们2年后才来做，对不对？哎呀，所以好，希望大家这个新的平台，大家来给我们多多的支持。800，人数冲一冲，800人数冲一冲，800。一下帮我们 share 一下。对，来呀，帮我们 share， 来呀，帮我们 share。有没有新朋友啊？也可以加入王雷，也可以加入佩芬。对啊，最重要加入我们今晚的千禧拍卖啊，我们的 Facebook 啊，记得去 like 一下。我们下个星期会推出我跟佩芬的一个视频，会在他们的网站里面
好不好？我们讲今天我们会回去简介，连你会看到哦。如果你不是他的follower， 你就看不到这个视频了。是，对，我们让大家看一下了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龟。啊，阿兄你拿吧。你都给去，你夹不起啦，夹不起啦，夹不起，夹不起。来四百块，四百，你落了，你别笑个病，我不骗你。啊，看前面。给我们一些加持 ，OK？ 所以你看很多那些师傅啊，什么啊，哦，都带一些东西啊在身上啊，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带的还不够的话，那就在 office 啊、家里呀、啊、客厅啊还是书房啦、啊，放一下这些哈、哦，很琉璃。然后这个你看，还有王雷跟佩芬摸过了，你看。我是摸过，我自己用我个。我呀，你就是摸了，你把你的财运棒加持在他身上，然后飙回去的人他就旺旺、啊。哎，对啊，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王雷的正财。哎，你整张脸大罗皮啦，整张脸大哥哥哎，哥哥哎。对啊，这样子哦，哎，加哎，哇哇哇！加倍胜利。好啦，四把。啊，台湾什么？敢飙啊！袂爱，袂爱。来了啊！啊，三个月无做生意哈。谢，哎，帮我们继续分享哈。分享啊，四百块，fashion力。四百块，第二声。我来进啊。啊，我来进啊。来啦，四百块。来，我们的明星台主也过来啦。陈志伟来了。谢谢。陈志伟帮我们 follow 啊，哎，帮我们。分享过去啊，最少一千人。OK， 就靠大家。这样卸单呢？对，哇，这真的很重，真的很重，实在。Very down, very the down, very the happy, very the heavy, not very the happy. OK， 所以让你的驾宅偏财哈，让你的老板呢看见你也觉得哦，怎么今天好像觉得你很能干的感觉，因为呢你飙到了一个我们的龙龟 ，OK， 我们的龙龟。OK， 那我们 Fusion 啊，好了，那我们就第三声 Fusion。下位啊，第二声 Fusion 力400块，第二声 Fusion 力 ，OK 啊 ？Fusion 力没有的话，我们就要400块，第三。三掌声过来过来，送走。送走，送走，厉害，太厉害了。GXGX 是什么 ？GX 就恭喜啦，老林爸摩利亚，加烂了，哇，这个又很特别的啊，这个，啊，这个啊，可以看到啊，里面有鲤鱼，有一条龙，哦，翡翠龙鱼。这个是翡翠龙鱼，代表着我们的鲤鱼跃龙门，代表着很成功，有证书的哦，有证书哦，有莲花，有荷叶，长24cm， 高26cm， 重量4.6kg， 所以啊，翡翠龙鱼啊，这样的有进到标的，等一下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自传还有佩芬的。日历2019的日历交给公司，那公司就会一并的就送到您的府上。哈，哎，刚才 Wilson， 请你把你的个人资料，还有我们的 Mega Sony， 请你把你的个人资料要跟我们的小编，跟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哇，现场有两千多人，员工方面就大概1880。员工哪里有这样多？你们这边做更丢的呀？我跟你讲啊，有很多人现在马上飙了啦。这个代表着鲤鱼跃龙门，就是代表很成功。你做什么代志隆重成功？里面你有看到有莲花，有荷叶，有莲花，有荷叶，莲花这个莲花这个啦，莲花荷叶啊，这个龙，这个荷叶啊，这个荷叶，这个莲花啦。荷叶有点像美人鱼，对，像美人鱼。然后这个是那个鲤鱼啊，它要跳过去是吗？那个副什么是你们那个什么218的？有没有一个218的？他现在是最高。
如果你们不是我们的没有 LINE 没有 PM 我们，我们就不可以啊、把你的啊那个是可以啊，那个是吗？那个副是吗？是啊，那个是218是你们的人。也没要叫游戏兽，游戏兽，游戏兽两百，游戏兽两百，感谢您，太小声。游戏兽，应该不会吧？4.762 kg。哇，这么详细呀、啊！啊，4.762 kg。4.762。因为这个不会骗人啊，因为有的人要看风水买，就是回家，就是我做什么东西我都要成功。但是有的人就是那个 kg 不可以超过5 kg 啊，对不对？风水就是这个重量，就是这个重量，我不可以超过啊。哦，他们就是有自己一定的一个了哈。那个什么 ？C 啦。是啊 ，C。太小声，太小声。张三三，哦，这个啊，全部大家都知道。哎，我觉得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东西是来自哪里的？缅甸哦，缅甸、哦，所以你放在家，对啊，真的放在家里没有用到电 ，OK？ 缅甸就放在家里也不用用到电、哦、啊，不是那种 LED 叮叮叮这样，不用用到电，你就放在美美，他就帮你做事了 ，OK？ 这种要怎么保养？缅甸叫做免用电的缅甸，对，不用电，好，用布擦一擦就可以了，好不好？对，房间也可以，公司也可以。最好是这个旁边要放配分的日历，还有放王雷大哥的自传，这样望你望他也望我哈。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喂 ，Johnny， 我们在他们的吗？哦，都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在讲什么，很大声了嘞。很大声了嘞，你是什么手机 ？What happened？哦，可能华为啦，华为的总裁被捉了，你们就没有声音了。哎，不要乱讲啊！敢讲你是什么手机？为什么听没有？有一个399，还有一个 Johnny 的 Johnny Low， 不知道 Johnny Low 4428。Johnny Low 来喽哈 ，Johnny。我觉得呢，我那下水了，那标三唔加会到两千。啊，别像你款讲的，无你继续标咯，标二十外行应该有两千了。哎。四里八头一声 Johnny Low， 我们不要很大声的，对啊 ，Let it go。你要点歌吗 ，Johnny？ 我们唱歌给你听。啊、哦，对呀、啊，来啦，四里八 Johnny， 啊、哦，四里八头一声。现场还有没有你喜欢的什么？老板说可以随便拿一样出来标哈、啊。500的这个。哇，500呀、啊。这个500啊！天哪、啊，哇，你的名。500，刚才有一个400多，有一个700多，我没事，我们今天一定要做给他2000。要做给他2000啊？好，那我们多标几样好不好？这个姐还在夜市，鼓励啊！本来说我们的直播到9点。不。好，现在7688这么快啊 ？Johnny，OK，、okay, 来。五级人。七八乘四个400乘八。啊，加200。哦，这样唔惊，再起个200，那才是放工的。哈哈哈！那么刚刚有个几项对不、啊？难得我们过来一趟，对不对？也是蛮好玩的。我是的，不错。觉得很好玩的。以后你不会在歌台再看到王雷跟佩芬了。对呀、啊，我们就决定啊，要千禧拍卖，千禧拍卖，我们每天来这边。哈哈哈！我们就在那边跟大家、来玩玩哈拉哈拉，这样玩是好了。怎么哈拉？我们很认真哎。不是，因为今天如果给他们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噼噼啪啪很多样了。今天你看、啊、我们完全不是打算做生意，而且我们今天做的生意都是一半拿去做慈善。对，而且做慈善的，而且我们说行行出状元啊。现在我们的拍卖这边哈、哦，这个专业拍卖师、哦、也是有很多位了，他们对每一项的这个水晶啦、琉璃啦，都非常的有。那个产品的那个 product knowledge 他们都很好。这个什么名字？这个 JX Store。JX Store， 王雷，我刚刚去神都沙输了2000块。哦，我可以送你三个字。什么字？皮骨痒。那你输钱，你跟他讲干嘛？也不会拿2000块给你呀、啊，对不对？哦，小赌怡情啊。688688。我们今天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只是要交个朋友。对，你的粉丝，我的粉丝，我觉得啊，600多人太少了，我觉得太少了。应该要上一点啊。我们今天大概是要1000人。你觉得我们要怎样那个人数才会上升？因为可能刚刚有人把他放工啊。我在唱什么歌？Sunday morning, are you wake up？ 我不要听。OK 啊。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下赛啦！来啊！唱广东歌啦，唱广东歌，唱福建歌。福建歌。没有啦，六八八，我们要服务着你，吼，让你登出来，吼，做什么代志隆重成功。Johnny。成功哦 ，Johnny 哦，一条歌尔，一定要成功。因为有你的看重。让我专心打拼去走走，较细声咧，拍破较细声。为有你这款的眼光，深深感激你的欣赏。Johnny， 你一定会成功。成功。你一定会成功。你会真紧做阿公，认真尽你的教养，请你为我保重。我一定讲信用。有影无？我一定讲信用。信用。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家你保重，家你小，命命一梦乡，不是一梦中，一梦乡，是乡啊，啊，但我没记。Johnny 六八八头一声，你这唱错了，一梦乡。我们要给大家认识，我希望等一下哦，我们可以破11000人了。是的，哎，圣诞节要到了，你们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拍卖直播，送一些这一些哈摆设品，哈。跟你的朋友大哥 Johnny 大哥，你的六八八是一半拿去做慈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口中讲出来，一定会做到，功德无量、啊、真的很多的阿公阿嬷会谢谢你，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千禧拍卖会哦，有这个量，今晚的不是我们三量而已、哦、今晚等一下我们的等一下他们继续标的时候，就是你们今天标100也好，200也好，300，就是50%拿去捐钱。对，因为也不可以说三样拿去做慈善，你三样一半也做不到。啊、来，六八八 ，Johnny 六八八。我们三样的一半如果拿去做慈善，可能一个阿公阿嬷分两包买咯。对啦、啊，没有用。对啊，整晚下来的那个收入哈、哦，有一半去做慈善，他们就可以给他请吃东西啦。八八第二声。是的，甚至可能请我们去，不要说请啦，叫我们去唱歌给阿公阿嬷听啦。对啊 ，very good。也是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再联络啊。谢谢。谢谢。真的年尾了啊，那做生意摊流泪了，要回馈。哎，我们唱歌有真的那么好听吗？你的耳朵都怀孕了，哎呀，嘴巴真甜啊、哦！哪里好听哦？无 music 嘞，无 echo 嘞。给你丢，六八八。我好听。第二声。六八八，哎，我们有送哦，送我们的日历哦，什么的自传哦。而且这个是有哎5GL，这5GL哦。他有身份证哦，他有他的出生的那个保卡。这个是我们的翡翠龙鱼啊、哦，代表着我们的鲤鱼跃龙门，代表是什么事情都成功，有证书，里面有莲花，有荷叶，还有我们的长度是24cm， 高度26cm， 总重量是4.762kg。人八八，人八八，有人要嫁不？无人要嫁，咱就刷刷哈。人八八，你爱偏财。这张要给收起来，里面有一个金子，你自己去看，因为我不可以再给人家看了、哦、不可以给人家看了，你自己去买啊。里面有也证书的号码，好不好？觉得你第三声，如果真的这个是你的，你去买多多少少啦、哦、来 Johnny 六八八，滴滴阿卡贝拉。掌声鼓励鼓励，可以听到我们的现场的3000多人，来一。刚才我们讲2000多人，现在变3000多。没有，不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2000。没有，我说现场。现场哦，刚才我们告诉他们2000多人。哦、因为挤不进，1000多人跑了。1000多人跑，应该剩1000多。还有句话，一二三，送走，我的兴旺发啦，我的兴旺发啦。我的兴旺发啦，厉害了！ Great， 谢谢大家，给个掌声，大家给个掌声，在线上的朋友，大家给个掌声。我说在线上的朋友，线上的朋友，对，给他一个谢谢，我们要说谢谢 Johnny。好像标一样吗？我喜欢那个，可以吗？我不知道。那个。可以吗？那个。这个你喜欢的？哎，配分头一摆拣，配分你自己选。配分选啊，配分你自己选那个啦，你选那、啊、你看到我都跟你讲你喜欢哪一样，看到就他一直跟我笑笑，我觉得我要把他带出来、啊、因为他刚才一直跟我眨眼睛，一直跟我笑笑，
他觉得带我走，带我走，带我走 ，bring me out， bring me out， 带我出去，我在这边坐很久了。哇！对他一直给我心呢。对，所以我要把他带出来。OK， 我相信。OK， 我们底价，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哎，这是劲哦，像几磅哦。啊，你劲嘞，八百叫十外块，七袂使袂，十外块。七百多人呀。来啦。我感觉讲百外块，那达不压力啦。咱持标的好朋友吼，较老的，会有人安尼看，你们叫人标较老。无啦 ，OK 啦，你自己选。现在配分选哦，伊家己都徛真久，徛到点钟。我唔知道这个 OK 吗？可以吗？这个可以的。他很 cute 嘞，他一直跟我讲 bring me out 嘞，他一直讲带我出去，我要离开这里，去找我的主人。是，哎，这配分更哎，这 Panasonic 啊，谢 Microsoft 啊，来了，我跟你讲啊 ，Eric 啊。Patrick 啊，哎呀，你们 share 嘞 ，supporter， 我们 so far 只有一个 Megasonic 是我们歌台的朋友，其他的好像是他们的 regular 哈，哎，我们歌台的朋友来，不要失望，哎，不要输谁，不要输谁 ，Eric 啦，阿柯樱花啦 ，combine 啦，我唔是讲话一声半个月，话一声猫咪拢个无话着，看到几百 TL 你知道未？花莲爱负责耶，不是我们喊这个，就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互动啊，互动。老板刚才跟我讲，你们今天标的有一半来做慈善，哎，那何乐不为呢？而且这一样是我们的啊配分。OK， 我起价，28。狼狈就赔掉了。啊，那这么快 ？Eve 这么快啊？好啦，你看 Madeline 68，你看。啊，小妹出手了没？小妹。这个 Jack Neo 不是我们认识的 Jack Neo 了。不是，哦，98，要小妹呢？小妹。我的东西，没去。他们要去 check， 他们要去量多重、多高。我们这边。这很可爱吗？他一直在跟我呼唤呢。哇 ，Madeline 出去了，小金做 steady 啦，又离飞龙唱歌台了。Madeline 那是有空飞 steady 哦，歌台来了。我跟你很后背飞靠。哎，真的，要小妹200 steady。Daddy， 我们的卡可以，这个2000都给他。他刚刚在2000都给他。他妈的，他刚刚在传赢美金1500嘞。OK。哎，配分选，按照你会选这个啊？他就在这个角角，他一直在呼唤我，他就说带我回家，带我回家，很可爱。而且明年是猪年。哦。明年是猪年，你要招财，你要飙回去。来你老是放后背了出来啊！我你老啊，一人飙一波，啊你老是，你别说你搞了啊，搞了你放后别人打破机会。OK， 这个是高度是13.5，大概是到我的手收这边，然后手收这边 ，OK， 然后宽度是12 cm， 就是大概，哎，这个有没有送这个架子？OK， 整个 set，OK，、okay, 它是一个 set， 然后它是有一点蓝色、绿色、紫色，然后它很 cute 嘞，然后它很可爱。明年哦。对啊，明年爱嘞，然后你可以放在家里要12个月。我要换啦。然后它有大只加小只，你看。哇，厉害哈、哦！哇，这个叫 Megasonic。Megasonic， 你是中马票还是中多多还是发花红哈、啊？还是政府给你特别多钱？不是，他们看到他们每个人一生我就爽。他妈的，来看来看热闹，多人还一点嘛！妈的，全部来看热闹，假赛了！没有骂，没有，我不是骂我们这边的 customer， 我是骂我们的陈志伟288，得力啦，立新娱乐制作288。你的台我们可以6:30开始哈，啊那个阿朱尼，因为这个界限，我帮你做 freeze 半个小时。哎呦，给开一个沙发，一个你的 supporter。哎、欸，你慢慢去嘞，你去啊，你紧嘞，老板出手了，又给我沙发了。Aaron 388，慢慢去啦 ，relax 啊，慢慢去。老板，你知道这个 Aaron 单是谁吗？你们知道吗？立新娱立新娱乐制作了啊，志伟啊。那你立新啊会红啊，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不对？啊，我跟你讲，哎、欸，我们讲立新，他们讲志伟，连千禧人都认识你，对不对？对对对，红了。对对对、yeah, ，所以你厉害啦，这只是阿配分劲的，我唔知啊，一徛点我这里看到一只，去杀一只，伊讲伊特别个super。我甲你行后尾8块，对。没啦，这配分因为明年个过猪年嘛，哦，刚刚好可以。
来，我一个 model catwalk， 一个来了，一个来了，傻高高的一个，一个来了，哇，这位哥，背背 ，steady， 今年啦，妈，哪里可以开玩笑的？要留下你的地址，要留下你的地址。妈，你在开玩笑啦？真的啦，妈啦，没办法哎、欸，不然再送啊，再送。不用紧的，不用紧了，他们老板说，如果这位5888都给他。啊、如果他没有钱还就做一场歌台扣账，要不要再拿一些要加加料要送的送的，对啊，你、欸、他们又做朋友了，千禧以后有什么 event 可以叫他了，对不对，他来进来 support 我们一定 support 他了嘛，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厉害，这个来的哎 Mega Sony OK 吗， Mega Sony 你两样加起来已经千多块，哇我还不知道、原来你是富二代，哇这位换料你可以我搞鬼，你拿自卫换料练料，背背背。他也是有在，他也自卫也是有在赌穿赢钱吗？你也是要我写吗？还是就是冲着要给王雷大哥跟佩芬的支持啊？坦白讲啊，自卫今天也比我是给佩芬跟王雷的赏，太感动了。是的。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陆续后下个月还有拍卖会。没有啦。哎呦。哦，没有啦，现在是电器啦，是日本餐的啦，对不对？没有啦，就这一档就没有了。OK， 千禧拍，哎，你不拿一个吗？不要，见好就收。哎，这个蛮重的哦。888。这个琉璃的嘞，这个哪里啊？哪里的？哦，这个中国的啊。哇，他很坦白。嗯。哦，因为刚才缅甸他讲缅甸，巴西，这个中国他讲中国。所以啊、哦，这个是猪年啦、啊，明年猪年搞电话多。好了，我们去你家帮你大扫除了哈，志伟哥。陈志伟立新娱乐制作，不会。他很少去 online bid 东西，很少。第一次啊，志伟，你是不是第一次、啊、给我们知道一下？他第一次 support，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边，他也是第一次在 online support。他有感恩啊，感恩。真的，谢谢，感谢。他有一台，那我们要6:30开始。对 ，OK。我们收单。他标我们就 OK。哎呀，真的是太给力了，太给力了！欢啦，立新娱乐制作陈志伟，不会，讨一声。我看差不多。啊？哈？还有人来890啊？所以。哎、欸，我看我们，他们是人家价钱很高。越傻波的。哎 ，Mega Sony， 卖小小的，伊是我的头家嘞 ，Mega Sony， 卖小小的。喂 ，Mega Sony， 看过人啊？有。不要紧啊，这那是讲啊，这伊无行李啊，叫佩芬老母行。Mega Sony， 恭喜 Mega Sony， 哈哈哈。志伟，你这句真好笑，志伟，恭喜。你无咧？哪里有 Mega Sony 有咩？但是你这边没有咧。他没有拼了，你没有拼。你们有看到吗？890哎、欸，我的天哪 ，Mega Sony， 你再按多一次要不 ？Mega Sony 怎么样？你标大概要2000块了吧？哎 ，Benny， 你叫他，你呼吁他。Mega Sony， 你要再，你有心吗？有心要标吗 ？Mega Sony 890，真的有心的话，那你就再打一次好不好？890。不然志伟，那时候伊无八九空就是你的料啊，这我看袂到，我看袂到啊，落尾一行了啊，我爱放工了啊。Mega Sony 有听到吗？如果你有心的话，那你就再放一个890，好。阿里母汤，你母汤老母汤造起哦。我们没有看到，真的，我们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890，有没有？这里有啊，但是我们叫 comment 多一次好不好？你再写多一次不搞恐，你再写多一次890好不好？哦，很多人说有哈、啊。Daddy 啦，志伟，哦，你看那嘴巴让了个人了，又头家了，这个啊，这镜头后背隆重的是真少人看见的。细行没？他说你标两样哎。对啊。OK 啊，没？他说你 OK 啊，过来、啊，留下地址了没有？你哪无留下地址，伊人会搞我给他地址嘞。没有，这个813已经过了嘞，还813。道良来玩的吧，道良。道良不可以玩玩哦，道良。来，来，每个双列890应该看到了。是的，看他有心要标了。来，你等下去 PM 你的电话给他们好不好？哇，厉害耶，每个双列，给你一个赞。好不好？给你一个赞。890第一声。你也是为慈善献了一份力，
哦，谢谢麦克兄弟。有没有看到的？哎，这个猪猪我选的哈，我选的哈。所以你有两份日历，两份这个亲笔签名。等一下我也帮你签一些啦。OK， 我们啊，你标两样了啦。现在佩佩要送多你一样，就是送祝。如果你标两样，顺利标啊，三生这样你的、啊，佩佩的妈妈送你一件内衣。来，不会多的啦，不会多的啦。不会多的啦。不会搞狂，头一声。不会搞狂，头一声。哇，800多人了。800多人了，八百几人了，中大个。哎、欸，破了哎、欸！老板有没有要送什么？老板，老板有东西要送吗？老板，我们要讨福利，讨福利。我们讲八百了要送东西，来890第一声，890第一声，890第二声。对，麦克兄弟真的很谢谢你呢，我第一次就是跟王林大哥做直播，那你也就标了两样，谢谢谢谢。以后我跟王林大哥。有空的话，请你喝咖啡啦！啊，在歌台下，请你喝咖啡啦哈！来啦，哈、哦，八九空第二声，八，哇哇！哇，谋福利，谋福利！哎、欸，这也是蛮重的嘞，这不是，哎、欸，不是 plastic 的嘞，哦、是也是琉璃的啊，也是琉璃的，也是琉璃的啊，琉璃的加两只啊。希望你能够旺旺了哈，这个好，我们放在这边，然后你。加值加值一下，哦，一个拿寿，哦，也猪啊，有一个拿如意棒了，一个拿寿桃，给你长尾寿，给你事事拢如意，给你发大财。Aaron 来了，无变数哩，987了，哦，他送价无变了，因为他送哎，啊，这位这不是 plastic 的，这琉璃的嘞。啊，你不是讲爱放弃了啊？你要987？我们还没有到三声吗？来真的、啊、哦，立新嘞，立新嘞，你开玩笑，打掉 support 我们歌台的人嘛。哇，感恩呢、啊。来，八百几人很高了，很高了，来一声啊，来来，高八请立新你的制作第一声。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立新娱乐制作987元第二声。那么快啊，那么快。来了，群星娱乐制作陪领啊，就来看了。哇，很多，妈的，587，哇，谢谢老板，谢谢。这位，你987，头家人才讲了，一个12号，伊个你的这987的一半，拿去做慈善。我跟你讲，志伟哥他每次常常如果做善事的话，会有很多的福报就会降临在他身上，他就会很快就会接到很多一些新的大的一些台的一些订单。OK， 希望那个很多的一些哇 ，mega sony， 哎，我想要唱一条歌嘞，有人 ，mega sony 988，有呀不，哎，这位可以了啦，这位可以了，有呀不，有也要给你三块，哎，都背背啊，我现在有一点小紧张，九狂头一声。高空头一声哇，麦克兄弟，你是怎么样啊？没有，我们今天不是真的，我们不是要来做生意，因为老板跟我讲了，今天是要给大家知道认识千玺，千玺今天也认识了立新，对不对？我们以后还有可以合作，也认识了麦克兄弟。对啊，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合作的机会嘛，对不对？对，大家请一杯啦，请歌台都可以联络一下。麦克兄弟，999头一声，高空啦。狂啊！悠悠背时啊！这是什么？哎，悠悠背时啊！悠悠背时。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儿子有没有拿爸爸的手机？Jaden 在拿爸爸的手机啊，因为乱按。他support我们歌台的人啊，他很support我们歌台的人。天啊，放了。悠悠背时头一声。放了。悠悠背时第二声。我甲你还后尾4块。哟，伊嘛会跳街，哟八是车牌。大哥，甲你还后尾80。哟哟八是。啊，你记得 ？Cannot， 他讲 Cannot， 他还要。搞不嘛，麦克说你，你啊，你看我袂使放工嘞，我今日高一还是。Cannot 什么？老板还有在送吗？哎、欸，你福禄寿他有没有另外一个他的兄弟？他三个的嘛。他是鹿跟兽啊，还有一个福啊，没有没告诉你，你 cannot 是什么 cannot， 你 cannot 还是？哦 cannot， 几头了？几头？福禄寿。哇，明年猪年了，哇，今年猪年了，
那明天我们去跟志伟哥拜年，就看得到这个。又拜师家嘛？又拜师哈？又拜拜。好了，可以了，悠悠拜拜，可以了，到扩大了，可以了。悠悠五，年轻人啊，对，OK 啊，悠悠拜拜啊，悠悠，你要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年轻人，你可以明天来找我，我介绍你一条阿龙。有了，他有能力了，那个索尼 OK 啊 ，Everything OK 啊。OK 啊，真不要，等下飙了，真的去杀阿龙嘞，我会信你归不去嘞。好了，那我们好了，Blue色送你了。好了。这个不是 plastic 的啊，这个不是 plastic 的啊，琉璃的，这个是琉璃的。OK 啊，1188啊。老板说一只就送了三只了啦。哦，这个本来可以拆开，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啦。你跟他说呢 ？OK。不会。哎 ，very interesting 啊，我觉得 very interesting。不会。好了，志伟，可以了，我们心灵。那个说你 OK 啊 ，Everything OK 啊，我很担心嘞，现在。因为又不会投资啊。哎，孙立的老板来了，孙立恒，来，救场。孙立恒老板，这个大公司的总裁，他妈的，孙立恒是新加坡要上市的公司的老板。有李空空，孙立恒，我们在等你啊。又不会投资啊。孙立恒要不要？孙立恒。又不会投资声。我们八点开始，现在几点了？跟我讲一下现在几点。我真的是。会第二声。第二声了，这么快啊？我们的货是隔天晚上，明天可以送上货啊，没有收费的啊。每个商店 OK 啊？你不好给一个公民说的地址，他们找不到你。有没有电话？有没有留电话？那个每个商店有没有留电话？啊，有留电话。哇，我还不知道你是富二代哎。一万就是千多，要到2000块了哎！有背，谢谢一鞠躬。OK， 麦克松尼，我觉得线上有800，要接近900人。知道你标了两样，下次我就跟你拍一个照片，然后你就拿这个OK， 下次我们就拍一张照片，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他们的肉。好，要出白灯，要出白灯。OK， 一二三，送走。赞，掌声鼓励鼓励。哇，厉害啦，因为够烂。我唔知要投失败者，我投失败做直播变好省。变好省。特别是有那个大家好一起，你一下子，我一下子，蛮好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过得很快，像我们不是一个半小时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了，所以刚才没有看到我们的，我们可以等一下，你可以去看重播了。所以只要你去千禧拍卖会那边，站个来个 line。是的，恭喜你，梅哥手里，你已经成为我们千禧拍卖的 VVVIP。但是只要你来，有免费的咖啡，有免费的司机接送，有免费的 shoe polish， 还有免费的 laundry， OK？ 还有送你 tissue paper， 你大便两包 tissue paper。哇 ，Steady 啊，你要介绍我认识 ？No 什么 ？Yes 还是 No 什么 ？No 呢 ？Can you CPF money？ I F you 啊 ，Eric， 你哪会 ？Can you CPF？ 哎，哪样家伙？啊，真的啦。然后工具，你们是今天做功德无量。你要不要一个就是100以下的吗？没有，不是。你要不要吗？没有，我这种 standard。你选一个啦。没有，我不要那个 standard， 如果不要标100就是级别闹亏，你不要，你现在给林北压力。孙宁英在啊，孙宁英在啊。不是，你标千多块，林北最少要2000块，压力耶，你不要害我。林北标没有到1188，我不是拿大便自己放自己。没有啦，我们没有在比这个的、啊。人家看的观众是看我们在比啊。我觉得小猪猪很可爱 ，OK， 希望这四只猪，五只，能够带给你财气 ，OK， 每个手你，我还不知道原来你是富二代，我太小看你了。真的谢谢啦，你今天标了两样啊，他标两样啊，就是你的钱一半啊，我们拿去捐出去慈善，功德无量。1月12号，我们千禧拍卖将会做一场慈善。Johnny 说你选一样，他 support 你。啊 ，Johnny 啊，怎样？啊 ？OK。哪一样吸引我啦？好，因为刚才看见那个猪的吧，对不对？
我待会要看你一眼，因为我不会拿神明了，我不会拿神明，因为神明很大，我的磁场不够烂，我的磁场不够烂。哦。哎 ，Johnny， 我要不来什么 ？OK， 你去选，我跟大家做个好消息。OK， 听好，线上这接近900人哈，哎，听好，只要今天我往里拿一个超大的。等一下我要讲先 OK 等一下今天 OK 记得今天只要做分享的我们的千禧拍卖老板特别大放送因为一定要送大家奖品以感谢你们的支持所以今天只要有公开分享记得是公开分享只要有分享到这一个 live 的朋友就算是你等一下分享我们的重播的我们在11:30会做一个分享大放送，要送你一个分享的，就是抽奖 ，OK？ 我们有一个24公斤的水晶洞要送给你，看谁是那个 lucky one， 但是是11:30，等一下要做一个 lucky draw，OK？、Okay? lucky draw， 所以哈，有看就有希望，无看你今天就去做梦 ，OK？ 所以要分享，记得要 share 啦 ，OK？ 等一下他们要抽一个24公斤，哎。我看成本也要蛮高的 ，OK， 这个紫水晶洞，王雷来了哈，王雷表现，哎，他们很喜欢猪嘞，随便卖，10块，Johnny 来 ，Johnny 你说要 support 大哥的。我要看到紫色，里面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紫色吗？我这边看得到紫色，啊，它里面的颜色很多，也是琉璃的，也是琉璃啊。你也做买风水先生有甲我讲过，买灵哦，头前有一粒珠是上好，安怎咧？大行桥头名，龙珠啊，有灵就有珠啊，啊，有灵就有珠啊，笑诶。看。甘菜30块，又背了啦！给王雷上，王雷 supporter 上，来supporter 去，刚刚去，我去。救命 ！Eddie， 赶紧发一声 ，Eddie， 你赶紧背下一个，无恁背对你无客气。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行动快一点，拼快一点。没有，这个都哈，哈288 Adrian。Adrian 来，Patrick Steady 你不会背 Patrick 来了 ，Johnny， 谢谢 Patrick， 谢谢阿公哥送我的那个包包 ，Johnny IV 沙发，对，我们的分享要公开哦，刚才我已经分享要 share public 了，所以我也是有机会抽那个水晶洞 ，OK， 然后我妈妈就每天就好好睡觉哈，就不会一直搞搞念哈，我帮忙多听最好，我刚刚在帮忙多听最好，哦，我们这琉璃龙哦，降龙。细珠 ，Daddy 啊 ，Johnny 哈，做公搞做搞男子汉 ，Johnny 是你们的，哇，你的 Jimmy 哎，啊，哎，现在没有玩完 ，Jimmy calls Daddy 7:00，蹦迪迪 ，I love you， 哎，掉没掉不要紧，我不骗你，你别记得，因为我要跟他去台湾嘛，我跟他去台湾 ，Steady 啊，伟哥准备好哦，王雷要杀到台湾去喽，伟哥要准备好哦，王雷要杀到台湾去，你要什么力？这个什么力？力气力啊，你们的哈。要公开分享11:30才可以抽奖 ，OK？ 你没有那个力啊，什么力啊 ？LCH 力啊 ，Adam， 你们没有写电话号码跟地址，我们不可以给你标嘞，啊，只要打上去就是要收你们的这个价钱了。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认识的是那个 Jimmy Cole 500块，Adam 认识的吗？我没有。没有，这你们认识的吗？你们是哈？是他们的，谢谢啊，拉贝贝，琉璃龙给你看多一次。他们很多老板要租哎，哇，等一下我们找一找，我们要放刚了，对不起，改天再来。哦，李欧，你要不要回去给你的孩子玩吗？作为他的玛莎，哎有看到你的胡子哎。王雷看到你的胡子，
胡渣胡渣，而且他的 color 的 combi 蛮漂亮的哈。他的龙爪，龙爪我全部要给他们看到。龙爪龙爪，红爪红爪，龙爪要唱歌。乌龟跟出用子阿空，跨起来扑通扑通。龙的传人唱一下。遥远的东方有一条虫。他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哎、Get extra mic for them。哎，没听啊，你名叫 Eric 不要啦 ，Eric 时间咧，查甫甲开掉一堆尔啦，我人唱伊开袂掉啦。哇 ，Eric， 你也是厉害啊，一个人飞到宝岛台湾，真的厉害。啦，你有包红包给小木嘛？要死了咯。小木应该会徛起的哦。来 ，Adam 5688，这个龙是琉璃龙，降龙戏珠。哦，大家拢个知影，龙是高高在天的。哦，所以讲你若做新的一年哦，啊，希望讲互你行好运。龙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5000人，哇啦哇，来了来了。头家，你大岁吧？哦，头家，安怎伊会倒安尼大只？你送我三个，敢那带你打比的哩？头家，你好势无头家 ？OK， 不用紧，我们不在乎大小 ，OK， 我们只要在乎有旺旺的，都是好货，都是好货。哇，这个 OK， 加千玺拍卖为好友哈、啊，记得来啊。哇哎，头家很爱你耶，你看他给你哆瑞咪多好哎。这两家对大只个真重嘞。真的很漂亮哎。蛮重的，你送的嘞这个。送的啊，这个是一套的啊，这个是一套的啊，这个是啊，明年猪年嘛，啊，给你发大财哦，啊，稍后这对后件物件，他拿来个葫芦。恭喜啊，哦，还有这个玉。啊，这个拿一个如事事如意，这不是啊，这菜头啦，好菜头啦。笑啊，这个妹妹婆的姐好菜，而且心情很新，她刚才去 office 里面砰砰砰啊，对啊，穿过重重人群，1000多个人在现场，来哇，来了，志伟来了啦，志伟来了，呸呸呸，他有猪出来，他就在喊变，哦、为什么你喜欢猪啊？不是，难怪你每次叫 support 郑云莹，不知道你讲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讲到一句啊，志伟飙到什么东西，他就有新的工作进来。我觉得他每次就是做很多善事，他就有更大的回报就来了。对啊，对对对，像不管是神坛呐、啊，慈善啊，他每次一做哈、哦，就有很好的回报。来，这连上两只猪哦，这猪。不会放啊，不会啦，不会，不会，不会，头一声，不会，头一声，不会，不会，这个蛮重哦。第二声。不会，第二声。爱等麦，我把等一个啦，等一个啦，好。我跟你讲啊。有必要人啊，我拢记着吼，无必要人吼，我拢总看到两名了。Johnny 不要了 ，Johnny 我给喊两三声了 ，Steady 了。志伟哦，这啊，八，两只猪啊，加一个只灵啊，婆猪啊 ，support 我们各台的人 Steady 了。可以做哑铃，你不用去 gym 了。你落去你嗰啲代志啊，我跟你讲啊，落去啲代志真重哦，这真重的啊。来啊，有干哪？不会，立心仪的制作、哦、第二声。你属猪哈，哎呦，60了嘞你。哦，一生肖，来不会，888，立心仪的制作，得。三下，立心仪的制作很红，花了，立心仪的制作你很红。立心的制作你很红，来一，成功就是厉害、啊这个一定要讲啊，就是一定有你的道理在哈。一二三，送走，这里感谢。天啊，你还拿两只出来啊，不然丢掉六倍倍，拿两只出来可以能把倍倍倍。哦，你跟他讲。这什么意思？今天所有的喊标，等一下我们7点半开始到1点半的人，如你任何标一种服务啊，10块也好，80块、100，我们都送你一个佛珠，好不好？收一个佛珠啊，送给你一个佛珠啊，啊，拜带平安，这个带平安，你要放在车上也是有啊。我记住啊，7、8有标啊 ，Melodyn 有标，小金爪有标，金爪那标宝路 Eric 无标啊。哦，有下。是啦，标的意思就是有。没有，他没有写价钱，他没有想价钱，有写。没买。啊，那我知道，我说刚才我们的该记掉。我的 supporter 就是 Eric 没标你啦，您别记掉。Johnny 500。
Jonas, Terry, Chili, Pogo, Ba, Jimmy, Jimmy Cole,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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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就是你每一样服务你标到的，我们都千禧拍卖送你一个佛珠带平安的啊！如果你可以戴在手上，也可以你不要戴在手上，也可以放在没有戴在耳朵啊，放在小学你的孩子的书包，放在车上那个行的那边，打行的那边也是可以啊、哦，好不好？我们的时间啊 ，Aaron 要还钱了 ，Aaron。谢谢啊 ，Mega Sony， 谢谢你，下次唱歌给你听。Aaron 说什么 Pay Now 啊？哇，你们还有 Pay Now 啊？哇， now, 大户大户，马上来。好，那新年我们去你的家拜年就看到这个、啊、，OK？ 我不是啊，他写这个我不会的。啊，就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跟你PM 你了哈，私聊。好啦，我们把时间要交给谁啦？来啦，哦，来。他给我们打到落花流水，不敢来见人了。这边的主持人，那不是自己人吗？我们今天都是这个千禧拍卖的大家庭。对呀、啊、对呀、啊，林小木现在才来。哎呦，不好意思嘞，你们要小小猪啊！等一下，我们让这个阿光啊，阿光哈、啊，还是阿平？阿兵，建兵，那明白就建兵。等一下，让阿兵来为您服务了，好不好？我们的 Jazz 还有我们的Jen 姐。哇，谢谢你们了，真的今天很成功，非常成功，掌声鼓励。